成功 DIY 的特殊手枪壳。吃饭。哦，好像是我的。你好 ，A 0283，我忘了，谢谢。那个没脑子的人果然是我。来做核酸了，好多人，轮到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我们今天去吃炸鸡。今天我们要跑很多站，因为我有太多想吃的东西。我要把昨天梦里出现过的炸鸡全都买一遍。第一站可是要0097号了吗？0094吧。哦，0094，谢谢。一个手枪腿和一个鸡块。下一站，肯德基。我们去吃他新回归的那个肉霸堡。那肉霸堡没有了吗？肉霸堡没了。是受禁了还是不受了以后的？不知道，他如果今天有的话就有了。昨天有吗？这两天都没有。那还好。现在是下午的17:29，然后我点了一份米饭。以前你们都跟我说有麦乐鸡侠，居然真的有，你们遇到过吗？麦乐鸡侠还送了我两包酱。米饭。哦，好像是我的。你好 ，A 0283，我忘了，谢谢。然后去往这边走。我回来了，那个没脑子的人果然是我。点了一份吮指原味鸡汁香辣鸡柳饭，备注了多酱，好像酱不是特别多。这个是腌菜炸鸡柳，西兰花。小姐姐另外给了我一个甜辣和糖醋酱，这块一定巨好吃，挤了好多酱，很浓郁的黑椒香，有一点点辣，加一点腌萝卜。还是脆脆的，甜辣酱和糖醋酱，喜欢哪个用力戳两下。好，糖醋酱，狗上满满糖醋酱，闪下来的就是劲爆鸡米花。买了杯可乐，它要10个币，而我，他上面是暗示我什么吗？我的补光灯没电了。加入甜辣酱，然后给它拌匀，让每一颗米饭都裹满甜辣酱。这真是甜辣酱吗？这样吃就跟裹了糖醋里脊的胶汁味道一模一样。西兰花，一咬下去感觉汁都要蹦出来了。算了，总体来讲就是晚饭中规中矩。点了一个咖子脆鸡腿块，还有一个手枪腿。有没有感觉现在补光灯也还可以？我那个彻底没电了，还好还带了其他的小光源。咖子脆微辣鸡排，哇，还得是德克士。我距离买完它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还是很脆。你们买的炸鸡也有这么脆吗？太香了。它这个缝缝里可以养鱼，外面是香辣的酥脆口感，里面是鲜嫩的鸡肉，而且还有汁水。看上面的鸡腿，炸鸡之神，哇！快来吃一口，第一口喂你们，要从这儿咬，这儿最好吃。我今天吃怎么感觉蒜香味这么浓啊？纸馋了，我的秘制烧烤料装了一瓶出来，真的有空满的，我装的，绝好吃烧烤料，还有小刷子，再撒上灵魂芝麻，这灵魂稍微多了点，这蟹，一个好吃的手枪腿就诞生了，芝麻稍微多了点，但不爱吃，我特爱吃芝麻。就是这味，挺好吃。我的肉肉掉了。
鸡的时候，对的皮总是想和肉分开，他又有了这个念想。这口太过瘾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要给橘子点赞、评论、收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好吃的，天天开心，再会。